哇，这个 Jeff 第一次入围，第一次就得奖，哇，有预料到吗？快点，时间辛苦了。对啊，因为真的是没有预料到。然后呢，这代表着其实很多人在收听这广播的。然后我知道很多都有大咖一起来的听众朋友，很多我们的这个董事的朋友，每天都有为我们投票的。所以我们这一次大咖一起来，三位都得奖。一起来的陈琳啊，对，我刚才忘记说最重要的就是大咖一起来、我真的忘记 ，sorry。是，来我们拿点心吃完姐，哇，你看现在还是热泪盈眶嘞，玫瑰吧，是第一座，哎呦，其实是第几次入围，入围了几次？这是我的第二次入围，然后终于拿到奖了，耶、谢谢大家的投票，真的非常的感谢。这个讲座拿到手之后，有没有跟你想象中的那感觉是一样的，沉甸甸那些？哇，幸好我平时有练军美，我还拿得起来，真的很重哈、你不要，你可以让给我啦。平时都拿5kg 的，这个还可以。所以其实拿到了你一叫你的名字的时候，其实你是很惊讶的。然后上台了之后呢，你拿到的时候第一个感觉是什么？为什么嘛？因为他们练名字的时候，最后几个名额已经很紧张了。陈宁、陈碧玉、陈，我还有哪一个陈？陈楚豪。哇，我真的是惊吓了。然后上台的时候，那感觉真的很震撼。我还是没有办法沉淀我的情绪，我还是很激动的。我之前已经说了，如果我拿到的话，我是不会哭。万万没想到，我还是哭。是啊，计划赶不上变化。想问三位，拿了奖第一件事情会做什么？请问 Jeff， 请问我 Jeff 啊，之前有看你做那个绿屏的那个视频，对不对？粉丝朋友做什么吗？自己这样得奖很开心的那个样子，终于成真了。对，所以真的没有想到。然后希望呢，下来可以好好的，就是去享受一下，吃一下。然后呢，我们答应我们听众朋友说，我们下来会办连办三场活动，来感谢我们所有大咖起来的听众朋友。所以 That will happen。是非常非常棒。然后陈姐呢，我是说一放工，马上第一件事一定要做的事情。你们想要做什么？我有摇晃的红酒杯，来一杯吧。是，那楚环姐呢？我一定是要吃我的宵夜，还有我的晚餐，其实我还没有吃饭，就是为了要保持这个身材、大家都是为了今天这个礼服，真的付出了很多了，很努力了，对不对？值得的，值得的，再次恭喜三位，十大岁最受欢迎男女艺人，恭喜恭喜。